嘉义，你哪里找到这间餐厅呢？小红书，等等小红书。Oh my god！ 嘉义餐厅选得好。Thank you！ 美食我在行。我们现在吃了，然后等一下才回去酒店，然后要等回来化妆，然后我也要化妆，因为我的妆也脱妆了。是，我们都要补妆。来，对啊，嗯。哎呦，伸进去啊，动到那里，还有点。没事 ，vlog 讲的就是真实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哎，哦 ，sorry。这个很好吃 ，Oh my god！ 它的 ice cream 是什么口味啊？感觉是 vanilla。这是绿茶饼。这是绿茶饼。这是面包诱惑给我们直接哦。哦，这什么啊？绿茶葱香烤肉，这个是七喜七虾，还有豆汤娃娃菜。对，这样子一做，你们猜多少人民币？猜220。真的，好呀！啊，黄呀，泡个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刘雨清，这儿，来，谢谢。不是，你带我们一起拍一下。好。然后我先去给他们。哎，你在那个镜头里面，你们超好看的嘛？哦，真的嘞，真的嘞，超好看的。现在我们是在喝茶，在成都的人民公园喝茶。来，看一下哈，看一下这整体环境。那我们坐的是竹椅子，然后它的环境很漂亮，你看它的环境是很惬意。然后我们叫了四种不一样的茶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是菜单。菜单在这里 ，OK， 哦，我们一共叫了四种，这个是黄芽，就成都出名的是黄芽，然后伟轩叫的是飘雪，飘雪是茉莉茶底的，就花茶，然后很香哦，我的这个是成都出名的那个竹叶青，就它会有这个竹的香味，然后燕恩的这个是。碧螺春，我也不知道它的具体的茶底是什么，应该是一种，应该很香就对了，也是成都出名的一种茶吧。对呀，然后现在就是放了热水后，要等待两分钟。也有那个。可以，我的朋友非常给力。然后昨天我们还买一个很可爱的蛋糕，还是呀，来，我们可以看香一下。子公司，对，它叫博公尼。我们买了一个树莓口味的蛋糕，开箱呀！你们没有人有可以分我这个？哎呀，亮了！是这个可不，这个闪了 ！Oh my god！ 哭哭。是这样吗 ？Oh my god！ 哪来哪去？其实它昨天很漂亮的，然后出于某种意外事件，它还没有，它已经发给我，大翻车了 ，so sad， 可怕了 ！Oh my god！ 它好像绿色的呕吐物 ，My god！ 但是我们还是会吃它的 ，OK？ 请坚持家，我们不会浪费食物的。可怜啊，这个真的，哦哇，哦。怎样？有什么感觉？
就是我现在已经有成都，就是民众的 feel 了。啊，你可以讲一下那个司机教你的那个几句话吗？成都好好耍。哦，还有嘞？重庆。重庆好好耍。好，他耍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好玩的意思。啊，这样如果如果交男朋友要讲什么？跟男对象刷朋友啊。OK， 对于这个入境的选手，你有什么感想？非常满意，我都不用出神，他把我搞定了，好快乐哦！你是想签他？签他做我第一位艺人啊？对，可以、啊。我签到了第一位艺人，可以可以。来，嘉一，看到这个蛋糕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的心跟他一样碎了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锦里。我差点忘记我们在哪里，懂吗？因为我们心心念念，我们等下要去一个商圈，然后现在在这边这个锦里古镇，还是小吃街？古镇。叫什么？啥子巷？锦里就是有了，是锦里就会来到这边的啊。这就是很多人，像其他地方一样，很多人。很多吃的，很多 souvenir， 很多东西，我有点晕，人太多了。真的好多好多人啊！拍照，拜拜。等一下，你真的要拿地书哦！加一笔来，怕害我排，我排，我排。什么？哦，你要排吗？我们从成都博物馆出来，想吃它旁边的牛肉饼。哦，这个队伍好夸张哦！你要排？要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以。你们觉得要排吗？他现在回应不到你。我觉得可以 try， OK 哦。我们看他队伍的移动速度吧。其实 OK 啦，我们 try 啊。如果好吃，我介绍你们；不好吃的话就不推了。刚去成都博物馆，你看了什么？我看了一个三星堆那个面具，三星什么？青铜面具，青铜面具，然后还有那个石头的犀牛。对。可是人太多了，真的。就随便看两下就出来了，我都没有拿相机出来拍。我打算去春熙路。他打算去春熙路 shopping。不是 shopping 啦， like cafe hopping or like。春熙路有 cafe hopping 的吗？就是走走，还有步行街，然后。OK。好吃吗？脆，它很内馅，牛肉跟那个自己层层的那个饼，很脆。这样子一个饼6块钱，值得。我觉得可以推荐他们来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是在成都博物馆转过来的街角，排队排大概10到15分钟。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直接买5-6个饼啊，我们只买一个，两个人 share， 因为我们待会去送行。可以叫这个英式美女的吗？可以。很久没有吃这种食物啊。我们在中国就是红油，小炒大炒。可以听到我的 comfort， 我们的西餐那个大虾芒果沙拉，可以。Where you find myself
加沙拉。没事，不影响。Vlog 不讲究那么多，海罢了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明明就是沙拉，有还是要有辣椒干。死活不肯放弃辣椒的程度。哎，我们和大家解释一下，这其实是山寨tomato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我们以为是辣椒，可其实是太阳晒干的那种。不要误会，它不是辣椒干，对不起成都，我误会你了。怎么误会你？晒干干净净。没有，你下喂给他，然后直接吃进自己吧。啊，也是可以。这样才是够傻逼。Very cute。美女和熊猫，熊猫吃不了，那我吃。OK， 等一下我就放这个，然后你还在旁边笑我。剪硬，它酸中和掉那个甜。哎，剪硬它简单操作。我想 upgrade 去 Final Cut Pro， 我觉得它太难用了，对我来讲，我比较因为我要收一个东西，我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。剪硬真的很新手，然后它其实功能蛮齐全，转场什么都该有的都有。所以我喜欢用剪映，最多我可以给他每个月12块。哎，哦，你有 VIP 啊？因为有些转场特别好用哦，我就想用 VIP， 也不贵嘛。啊，那不贵啊。为了跟这只熊猫拍照，你们好，你们要你这边拍照的话，后面可以拍过来了。谢谢，从那儿拍过来。对对。从那儿拍，拍好多好多人。嗨。拍出来了，我好看，扇、oh yeah. 我扇我。好的好的。这个熊猫以为它是抹茶雪糕哦，舍不得吃它。它其实是抹茶慕斯蛋糕，在甜筒里面。对，哎，这我们要拿那个汤匙。哦，对哈、哦。嗯，哦。怎么可以吃熊猫？熊猫啊、你看那个眼睛都挖掉了。哎呀。Cheers。Cheers。嗯这味道。我弄的啦。它是整块的，是不是？蛋糕哎。我在研究它蛋糕在哦哦哦。我在研究它蛋糕在哪里。哇，它真的是美爆了啊！不好吃。它真的是美爆，但是它不好吃。我劝你们来成都不要买。啊，真的没办了，真的只是纯美，28块啊，28，哇哦，然后它就纯美吧，白美了，很怪啊口感，不加饼干不脆了，哎呀放冰箱，我不太喜欢这种饼干，我喜欢cone的，不脆啊，好了要坑钱了这个，哦哦，还有吗？没有没有了，有吗？没有，就加一点点。嗯、哦，蛋糕出现了，看到吗？下面这层，它就很下面，哦，它很容易掉哦。我们戳上面吃。想找这个地方的哟，小红书大神，小红书是我们这次旅程的拯救者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要救命啊！我们在宽窄巷子走进来一个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地方吧，等下会有驻唱歌手，我们在等他来，想听一下 live house 这样子。我慢慢的雨却落下的水，闭着眼睛幻想他不会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多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奉献生命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说